大家好，我是郑乃文。我觉得我饮食上面还是会稍稍控制一下，并不是说不吃东西，但是我自己在家里做菜的时候会做的比较健康，然后可能出去外面跟朋友吃饭的时候比较不忌口，我会做一个平衡。那我相信最好保持身材的方式还是运动，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。那平常固定会做的事情就是网球，然后最近是重训，然后偶尔会来点拳击。我觉得，当你洗完脸之后，一定要在最快的时间擦上保养品。想要知道更多美丽的资讯，请锁定女人我最大。